还是发育不错呀，要注意饮食搭配，还要多注意休息啊。嗯，好，谢谢医生。哎，今天怎么没见着孩子爸爸过来啊？他工作忙。哦，没事的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那可要注意安全啊。嗯，哎，我先去忙啊。谢谢医生。老公，我做完产检了。哦，怎么样，男孩女孩？医生没说呢，你可不可以过来接我啊？不是说了吗，我今天要忙一天。行了，不和你说了，我这边马上开会了。你犯三观把妇克，旱地莲花栽不活，不是吃上两家饭，就是刷上三家锅呀。哎呀，道长，你说的这是啥意思呀？我的意思啊，您的媳妇啊跟您能啊命数不合，您家的孩子啊不一定是男孩啊。哎呦，快，我就说嘛，这自从嫁到我们家就没让我省心过。道长，你咋了？妈，哎呦，你回来怎么也不吱一声呀？你想吓死我呀？哎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我送你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做什么呢？我切点水果。啊，你今天晚上就在家里吃吧，我做了你最爱吃的。那个，晚上公司还得团建呢，我换身衣服就走。那我先上去了。老公，我帮你。老公，哎，这是……哦，这是我特意买来送给你的，真的。嗯，谢谢老公。哎呀，你今天晚上就不能不出去吗？嗯，我哪能像你这样轻松啊？我得给咱们孩子挣奶粉钱呢。嗯，好吧，辛苦你了。没事，行，换衣服去了。嗯。莹姐，菲儿，嗯，你也一起去啊？啊，这不是志远哥晚上要喝酒吗？我只能充当司机了。辛苦你了。没事，那赶紧走吧，时间来不及了。行，那我们先走了，路上小心。嗯，拜拜。哎，你这全职太太当的也太辛苦了。我这还带着个小的呢，就不过去了。哎呀，这个小英子啊，哪来这么好脾气？她也很辛苦的。哦，对了，瑞瑞，我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可能是产前焦虑吧，总是想东想西的。嗯，这两天你有没有空啊？陪我去医院看看。可以啊，我随时都行。什么时候呢？明天。喂，江川。你们注意监测一下病人的血液。江川，我老公呢？他没事吧？没大事，就是一般的肌肉拉伤。他在哪儿呢？急诊室。谢谢你啊，老公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伤哪儿了？我看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怎么弄的呀？
疼不疼？我就是喝多了，下楼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。哎呀，你吓死我了。没事儿。莹莹，你过来一下，缴费单签个字。在这儿签不行吗？总不能在这儿缴费吧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跟他过去。老公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喂，其实我缴过了。你缴过了？嗯。真是太麻烦你了，上次产科拿号也是你帮忙。哎，我把钱转给你啊。嗯，莹莹，先等会儿，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怎么紧张兮兮的？丁志远大腿内侧肌肉拉伤，这种一般都是剧烈运动产生的拉伤。我问他受伤原因，他不说，我就只好去问当时的担架员，他们是从酒店里把他抬出来的，而且当时打120的是个女人。交完费了。志远，嗯，我问你，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喝多了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你们酒店喝的？不是，你又听什么人瞎说什么了？哦，那个江川是吧？现在的医生这么负责任吗？什么都敢问，什么都敢说。来，你自己问李秘书。问啊！喂，小李啊。啊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了。丁总是不是和你们在喝酒啊？啊，那个嫂子，丁总后来送我们去酒店，出来摔了一跤，已经叫救护车送丁总去医院了。您没见着丁总吗？啊，我刚才知道的。麻烦你了。老公，对不起吗？不是我说你，以前你不这样，现在怎么疑心病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疑心病这么重了？我还疼不疼啊？没事吗？哎呀，这一点都不会照顾人，这烧个热水怎么这么久啊？没事吗？我这又不是什么大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人医生跟我说了，估计是个女孩。行了吧，您啊也早点回去休息。您不是还约了明天的理疗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我倒给忘了。你呀，多给换几次热水。哦，知道了吗？志远，对不起啊，我可能是最近太焦虑了。你别怪我，我也有责任，最近实在太忙了，都没顾上家里。没事的，我理解你。菲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莹姐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嗯，这个是你明天一大早要用的资料，我给你送过来了。哦，哎，你小心点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嗯，英姐。哎，老婆，你看菲儿喝这么多酒，要么你去给她买个解酒药。嗯，行，那你坐会儿啊。嗯，你胆子还不小啊，
小丽都交代好了。要不怎么帮你圆谎啊？切！哎呀，我还是第一次进莹莹姐的房间。哎，志远哥，这个睡衣和你送给我的一样哎。行了，快放回去吧。呀，这香水我想要很久了，你答应送人家的礼物呢？回头我给你买个最好的，好吗？啊？嗯，我现在就想要。你想要什么呀？你说呢？小李啊，啊，丁太太啊，你们不是去团建了吗？啊，是是，这不顾总说要送资料给丁总，我就一块过来了。哈哈，啊，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好好，丁太太，那你慢走啊。好。把衣服换了。好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买个药又没多远，菲尔人呢？菲尔，我扶他去里屋睡觉去了。哎，老婆，就让他睡吧，他喝这么多。那怎么行呢？那也得换了衣服再睡啊。我去看看。哎，老婆，哎，老婆，老婆。菲尔人呢？他。我在这呢，莹莹姐。菲儿，你还好吧？我给你买了些解酒药。不用了，姐，我刚睡了一觉，好多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今天晚上在我们这儿休息。没事，姐，你知道我的，回家睡才舒坦嘛。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那行，那我送送你，走吧。行了，姐，就送到这儿吧，快回去休息吧。今天真是麻烦你了，这么晚还要赶过来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反而是我一直在麻烦你们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也到不了志远哥公司上班呀。一眨眼都过去这么久了。是啊，晶晶也都走了六年了。哎，你看我，都怪我不该提的。姐，没关系，你现在跟我亲妹妹是一样的。嗯，姐。行了，姐，我先回去了。哦，好。哎，嗯，哦，没事，路上小心啊。嗯，走了，早点睡。姐。这个不是和莹莹姐的一样吗？你不是说你想要这个吗？我现在又不喜欢了。
你好，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找我老公，丁总。啊，丁太太啊。哎，丁太太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给志远送饭。你感冒好些了吗？感冒？啊，感冒好多了，谢谢关心。那就好。志远他在忙吗？我给您联系一下。麻烦你了。哎。丁总他没接电话，没关系，那我先去他办公室等他吧，谢谢。老公，快藏起来。藏哪儿？衣服，衣服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妈担心你总是吃外卖，别吃坏了身体。老婆，你太辛苦了，你这还怀着孕呢。不辛苦，我就是想你了嘛。啊，哦对了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。老婆，你呀，就踏踏实实回家休息，我待会儿还有个会。那你抱抱我。啊，抱抱抱。好吧，那我先回家了，你多注意身体，走啦。那路上慢点啊。嗯、你早点回来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还好，我都跪里面了。哎呦，委屈你了，委屈你了。你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补偿？什么都行。什么都行？什么都行。那我要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个的地方。Hello， 瑞瑞。Hello， 莹莹。给你看个东西啊，你看，像鞋子。这是一个月穿的，这个是两个月穿的，可不可爱？莹莹，你这分的也太细了吧！丁志远人呢？怎么都没见着他，就你一个人在忙活。工作忙。没事啊，反正我也喜欢摆弄这些小玩意儿。看你的架势，我都不敢生小孩了。你有了孩子就不会这么觉得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做饭了。好，那你照顾好自己啊。嗯，拜拜。喂，老公。那个，现在公司啊，急需一笔资金周转。咱们能不能先从家里拿出100万？啊，这么多？这也不多吧。哎，老婆，上次给你妈拿出来装修的钱不也还没用上吗？可是这样，你先帮我把这笔钱准备好。哎，我这有点事儿，先挂了。哎，啊啊啊！啊，行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啊，咱不是事先说好了吗？这是长期投资，你现在取出来它特别亏。但是你哥真的有急用。他怎么着，我管不着啊！我俩压根就尿不到一壶里去。你要不这样算了，我手上啊正好有几个挺好的项目。你往里投个10万8万，差不多就能回这么个本儿。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你小叔子亲自管的事儿，你还不信？啊？可是，哎哎，陈总，哎哎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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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锁，我这儿还有一挺重要的会，要不？好吧，那你就去忙。好嘞，拿三瓶可乐。
莹莹，瑞瑞，这是给你的，拿铁不加糖。等我。哎，人家怀孕都胖，就你还瘦了。怎么，舍得找我啦？嗯，我有件事儿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你就直说呗。瑞瑞，你可不可以借我100万？100万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事儿，就是志远的公司需要周转，好像还挺急的。可能是项目上出了什么问题吧。那也太突然了吧。你可得小心点啊，别都信他。这小钉子就是欠吹。你再这么说我可生气了。不说了，真是谁都说不了咱们丁先生半句不好。哪有，只不过这一年我什么都帮不上忙，怀着宝宝都是志远在养家。好啦，钱呢我愿意借给你。真的？嗯。但是我还是得提醒你，无论怎么样别亏待自己好吗？嗯。哟，回来这么晚呢。妈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这么晚还在外面闲聊，让我怎么休息啊？阿姨，那某些人回来的更晚呢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儿子那是忙工作，又不是闲在家里没正事儿。哦，干正事儿，那他公司怎么还需要？对不起啊，妈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一会儿记得把碗筷刷了。一天都不知道干点啥。莹莹，我借你钱呢，就是不想让你受这委屈。但我该说还得说啊，这事儿有点奇怪，你自己好好想想清楚。凡事儿留个心眼儿啊。知道了。这酒还不错吧？你都多久没带我来这里了？怎么会呢？咱俩哪次纪念日不是来这儿啊？那都多久了？菲儿，嗯，告诉你个消息。什么呀？明天咱们去看房去。真的？那我还能骗你啊？太好了，来。喂，莹姐。菲儿。你现在方便接电话吗？怎么了？啊，我就是有些事情想要问你。有关志远的。来，来了，拿单。谢谢啊，没事用。菲儿，我想问你，你志远哥管我要了些钱。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？莹莹姐，既然你都问了，我觉得我也不应该瞒你。不过我也只是听说啊。你说。最近公司都在传，说志远哥在外面买了一套房。好嘞，李总，这事交给我，你放心。好嘞，好嘞。你今天去哪儿了？去见菲儿了。志远，之前的100万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用的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是想问问。你又听什么人瞎说了？你最近怎么变得这么多疑？不是，那是金瑞借给我的钱，你说要周转，那多久能还上？一时半会还不上。
那我想看看转账记录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问你，从你怀孕到现在，家里大大小小的钱谁出的？我就这么不值得你相信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没什么跟你说的了，本来我还想今天下班多陪陪你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志远，志远。怎么这么晚来我这儿？我出钱买的房，我还不能来了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客户公司的审计突然要过来检查资金情况，我得赶紧回去问问白莹莹。你问他干什么呀？那客户是他们家介绍的，只有他知道情况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老婆，哎，老婆，哎呀，昨天是我心情不好，话说的有点重，您大人不禁小人过，行不行？那，你昨晚上去哪儿了？我一直在公司通宵加班来着。公司是有什么难处吗？也不算。就是客户过来审计资金状况，而那笔资金呢有点亏损。老婆，要不你给舅舅打个电话，问问他到底什么情况。嗯，好。喂，陈总。哎呀，收到了，谢谢您这么帮忙啊。晚上我请您吃饭啊，让丁总作陪。哎呀，那怎么行呢？丁总说也要好好感谢您，回头啊，我再单请您。你要不再给舅舅打个电话催催？哎呀，我刚打完，这么催不太好吧？可是现在估计审计人员已经到了。好吧。喂，说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今儿先不回公司了，你跟顾总也说一声。好，就这样。怎么了？都解决了。真的。老婆。谢谢你，咱们今天晚上就别做饭了，我带你出去吃。哎呀，我这菜都已经……哎呦，没有什么但是，我好不容易有时间多陪陪你，就这么定了。丁总不过来了？好像晚上要带丁太太去餐厅，刚才让我定位来着。哪家餐厅？好，就这些。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。嗯，最近实在太忙了。改天叫妈一起出来吃个饭吧，她一个人在老家不容易。好啊，我还以为……以为什么？没什么。
是我想多了。莹莹姐，菲儿。哟，陈总，我说怎么不一起来呢？原来有安排啊。这位是？啊，陈总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白莹莹，也就是丁太太。你好。你好。丁总啊，这次你要好好感谢菲儿，今天为你这事儿跑来跑去，出了可不少力呀、啊。哎呀，陈总，这还不是借了您的东风啊！来，我敬您一杯。陈总，合着今天这忙是您帮的？你看我才知道。来，陈总，敬您一杯。丁太太，一起来吧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陈总，我不会喝酒，我以茶代酒吧。哎呀，陈总，我们家莹莹可是有孕在身啊，等孩子生出来满月呀，还要认您当干爹呢。好事儿啊！来，干一个。来，干一个。来，干杯。你好，您共消费2300。好的。怎么支付啊？我扫您。刷卡吧。麻烦签个字。好。谢谢。走吧。丁太太慢走。好的。走吧，丁太太。老公，喝点汤醒醒酒。谢谢老婆。敬酒！哎，你谁呀、啊？起来！你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志远哥？刚才那人谁啊？就一神经病。哦，呀，这花是？当然是送给你的了。嗯，哥，你要不要去我家洗洗啊？你还嫌弃我？哪有啊，我陪你一起回去嘛，顺便有惊喜给你啊。那赶紧的吧。志远哥，你看，刚给买了一件新衣服，怎么样，喜不喜欢？你送我什么我都喜欢。喜欢就好。一会儿我还得去见陈总。见他干嘛去啊？这不是前段时间资金问题都是他帮忙吗？咱不得回个礼啊？你是要回礼还是干别的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啊？他帮的是你又不是我。哎呀，这不是都一样吗？再说了，人家陈总啊早就结婚了，别想那么多。我不也结婚了？你不照样？
喂，菲儿。喂，莹莹姐。哎呀，这不是我最近搬家了吗？今天出门着急，东西忘拿了。能不能请你去帮我拿一份文件啊？好啊，那我一会儿过去。那我把那个地址和开门密码发给你。好的。好，谢谢莹莹姐，拜拜。妈，我出去一趟。这是又要去哪儿啊？去一个朋友家，一会儿就回来。那带只鸡回来，晚上呀给志远炖个汤补补。好的，妈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妈，听我解释，老婆。我这么相信你，老婆，咱们回家再说，咱们回家再说，好吗，老婆？放手！你们让我觉得恶心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志远哥。回来了，鸡，这又犯啥病了？哎，你看你媳妇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啊！老婆，老婆，你别走，你别走好吗？老婆，是顾飞找的我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我的心一直在你这儿啊。那孩子也不能出生就没爸爸呀。先回老家待段时间。老婆，到家给我打个电话。菲儿，我不明白你整这么一出，你怎么想的？志远哥，发现就发现了呗，反正纸里也包不住火嘛。而且，你说过会和他离婚的，对吗？离婚？嗯。你知道跟他离婚我要遭受多大的损失吗？还是在我出轨的情况下？那我们可以靠自己从头再来呀。顾飞儿，我告诉你，要我现在跟他离婚，不可能。谁呀？哟，莹莹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就是想你了吗？傻孩子，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。那谁，那个志远呢？就我一个。
真快呀，一转眼六年了。算了，不提了。你还没吃饭吧？妈给你做饭去。好了，赶紧休息吧。好。莹莹，你和志远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妈，你快去睡吧。明天就要走了，很是期待那里的气候，但是又怕阴雨绵绵的潮湿。今天姐姐和菲儿姐带我去了游乐园，但还是感觉提不起劲来。今天妈妈和小姨相继打来电话，听到他们的声音时，泪水就在眼睛里面打转。不行，我得振作起来，我才不会输给这小小的抑郁症。短短18年却像80年一样漫长。对不起，妈，姐，我去找爸爸。是顾菲儿找到的日记，一直拿着日记本在念，都没给我们看过。是他。莹莹，吃饭了。来了。谁呀？我去吧。莹莹姐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能来吗？哎呦，菲儿来了。阿姨，哎呀，好久没见您了，给您带了保健品。都是一家人，还带什么东西？还没吃饭吧？哇，好香啊，阿姨，好久没尝您的手艺了，特意空着肚子来的。那就多吃点儿。好。莹莹，您在干嘛呢？我去给你盛碗饭啊。好嘞。嗯，好吃。菲儿啊，你以前最喜欢吃这个菜，今天多吃点啊。嗯，谢谢阿姨，还是您最好。其实这些菜以前晶晶也喜欢吃。哎呀，阿姨老了，老爱提过去这些事儿。吃啊吃啊。没事，阿姨，我和莹莹姐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你出来一下。
我有话跟你说。没事，阿姨，莹莹姐她可能只是产前焦虑了，我去看看啊。你来干什么？莹莹姐，别这么大火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怎么才愿意离婚啊？他让你来的，他才舍不得净身出户呢。我这次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你再这么拖着也没有意义，不是吗？我不会让孩子认这样的人做爸爸，那是最好的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伪造晶晶的笔记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晶晶画句号从来都是圆圈，为什么六年前她走的那晚，遗书的末尾却是个点？我怎么知道？好，既然你不知道，那我就去请人好好的查一查。得联系志远哥，不行，要是他知道我去找了白莹莹，会怎么看我？喂，顾总，有什么吩咐？什么时候？这么快就来了？你说会告诉我真相，现在说吧。点还是圈的，谁又会去在意呢？我会。是你写的吧？我可没说是我写的。行，不承认，那我会找人调查清楚。等等，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挺好奇的。从高中开始，我哪次考试不比你好？到了大学，我省吃俭用，我连恋爱都不敢谈，就怕没有奖学金让我继续读下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想要的一切你们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，而我却不可以？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凭一本破日记就想要我的命吗？真的是你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他？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，就像你一样。你什么意思？顾总，到了。这里安全吗？绝对安全。老哥，辛苦了。不客气，不过这是最后一次。人呢？皓月应该藏起来了。在那
白莹莹，我记得你不会游泳吧？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要守住我们的秘密。抓他回来。怎么办？找人去下游守着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好。白莹莹，你不会永远这么好运的。你在哪儿呢？我怎么了？在干嘛呢？在外面有点事儿。是吗？怎么了志远哥，想我了？没事，我就问问。回来了。志远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去哪儿了？我……说实话，我去找莹莹姐了。你找她干什么？这不是你不想离婚吗？我就想着找他道个歉，再帮你说说情呗。那他怎么说？他没说什么。哎呀，志远哥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嘛？我保证，再也不让你给我买东西了。你呀，你少给我添点麻烦就行了。嗯。喂，妈。志远啊，莹莹回去了吗？没有，她没和我说。今天莹莹突然说要出去，我问她去哪儿，她也不说。哎呀，到这个时候都没回来，你说这该怎么办呀？妈，这样，你先别着急，我马上过去。好，就这样。怎么了？莹莹到现在还没回家，妈又联系不上她，我过去看看去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妈，你也别着急了，莹莹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嗯，那为什么她手机打不通呢？可能是没电了吧。啊，对了，莹莹姐后来还给我打过电话呢。她都跟你说什么了？她说她出去散散心。哎呀，这不是前段时间她的心情一直不大好吗？可能就是产前抑郁吧。抑郁？她该不会……妈，您别想太多了，不会的。我怎么能不想呢？当年晶晶不就是因为抑郁症才……哎，没事，阿姨。妈，要不这样，我呀给莹莹的朋友打个电话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联系。那我在这陪着阿姨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别太担心啊。别太担心了。哎，阿姨，我去莹莹姐房间看看，说不定能发现什么。老婆，老婆，
就跟我没关系了。老婆，这软哥是我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赶紧把衣服穿上。这软哥，我害怕。你害怕什么？我怕莹姐回不来了，可我更害怕失去你。志远哥，嗯，你想过没有，如果莹莹姐真的回不来了，别瞎说。我是说如果。我问你，莹莹失踪这件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怎么可能。那就没事，赶紧回去吧，别一会儿莹莹回来了。总算是稳定住了。联系到病人家属了吗？正在联系。哎，就是不知道孩子能不能保住啊。没找到，知道你醒了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给阿姨打电话。等一下，先别告诉她。小江啊，很遗憾，孩子没能保住，现在病人很虚弱，你还要多照顾他点。好，谢谢乔医生。
你这几天到底发生什么了？给谁打电话呢？啊，没谁，就是一客户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莹莹姐怎么样了？还是没消息。哎，你怎么开始关心她了？那你呢？莹莹，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还没想好。江川，这事儿别告诉我妈。可是他要是继续伤害你怎么办？我不会再让他伤害我。你等我吧。不要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那我先走了。你看，像鞋子，这是一个月穿的。这个是两个月穿的。回来了，那个，我有话单独跟你说。那个，你先回去吧。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？志远。啊。我们的孩子没了。啊？老婆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菲儿比我更能帮得上你。我们离婚吧。老婆，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，你知道的。我不知道。老婆，我保证，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见顾菲儿了。我是爱你的，老婆。我现在只要想到你俩在一块儿。
我心里就很难受。你让我一个人待一段时间，好吗？我先搬出去一段时间。别担心，我没事的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莹莹，那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我想去工作。那我刚好认识一个做法律事务所的朋友。瑞瑞，我要去的是金融公司。董总，这是致远投资的资料，您看一下。那边发过来的数据里面有几个小问题，也为您标注了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了，董总您先忙。志远哥，志远哥，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？哎呦！哦，我昨天晚上忙得太晚，就没回去。嗯，是不是莹莹姐把你赶出来了？先冷静一段时间吧。那个，咱们俩之间也先保持点距离。有没有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应该跟我说什么？没什么，那我先去工作了，你再休息会儿。
呦喂，你还真能坐得住。怎么了妈？志远这都几天没回来，你不管不问，还天天往外跑。妈，我也有工作的。哼，工作？你们白家吃的喝的，哪一点不是用的我们志远的？蹲锅子啥了？我看看。妈，这个家不是他一个人撑着，希望您能明白。你还有，他也不是小孩子了，您再怎么保护也得有个限度，您说是吗？你怎么敢和我这么说话？妈，我说的是实话。怎么会让他跑了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菲儿。哦，志远哥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妈说离家出走，然后手机又关机了。啊！你跟陈总说晚上取消啊。哎，你别着急，妈应该不会走太远。你说你非得跟他吵什么呀？妈非让我去看你，可是我这边也很忙啊。这样吧，我们去找找。我这不是手机没电了吗？我儿子是大老板，还差你这点钱吗？那我报警吧。你等一下，我来结账吧。你是？阿姨，这就不记得我了。你是菲儿？嗯。哎，您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接吧。喂，妈，我现在呀跟菲儿在一块儿呢，你回头啊可得要好好感谢人家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妈在哪呢？不是我说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妈呢？要不是菲儿。志远，我讲心里话，我对你对咱妈从来没有亏欠过。既然咱妈也觉得菲儿好，那行，那你去跟妈说清楚，咱们离婚吧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老阿姨请进。哎呀，菲儿，嗯，今天的事呀，多亏了你。阿姨，您太客气了。哎，菲儿，这个房子是你自己买的吗？这个是我和我男朋友一起买的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像你这么好的女孩啊。嫁给谁都是他前世修来的福气。可是我就觉得志远哥挺好的。那可不。哎，可惜了，就我那个儿媳妇儿。哎，菲儿，这个是厨房吗？是。喂，江川，还是老地方。好，志远哥，我去补个妆。你快点吧。服务员。好久不见。
我为什么要怕你？你又没有证据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没想过干什么，只是看你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，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。我倒想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。江医生，一个人来的。丁总也是一个人来的。我是问你跟谁一起来的。我跟谁来没有必要告诉你吧。走了，我还有约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妆还挺配你的。你跟谁来是跟我没关系，但是我警告你，离我老婆远点。志远，老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吃个饭，你呢？我也过来吃个饭，我看江医生一个人在这坐着，就过来打个招呼。啊，你们聊，我先回家。哟，江医生也在呀、啊？原来志远哥也有看错人的时候啊。顾菲儿，你不是也有走眼的时候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个包是我老公几年前送我的，现在估计在贱卖吧。还有女士，有事请到外面说。我们丁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啊？阿姨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说你最近和志远走这么近啊，你这个狐狸精。阿姨，我和志远哥是真心的。少说两句。要不是白莹莹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你要打你就打吧，不过别忘了是谁把你赶出来？你又是谁收留的你？行，我这就走，我走。妈，妈，志远哥，对不起，今天是最后一次。没事儿，你要是还有什么事儿，你就和我说。谢谢你啊，江川。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我自愿。以后不要了，我先走了。
老婆，老婆，我在意的是你。那天我就是因为看到你和江医生在一起吃饭才吃了醋嘛。我们只是朋友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女人跟别的男人走太近。也包括顾菲儿是吗？那当然不包括。谁啊？骚扰电话。那个，一会儿我去趟公司处理点事儿啊。停车。怎么在这儿下车？我约了朋友，你先回去吧。等会儿我来接你。不用了。我来志鹏，现在有事吗？志远哥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告诉阿姨我们的关系的。照我说，咱们就不应该在一起。志远哥，我想走。走？走去哪儿？去哪儿无所谓，找个人嫁了，生个孩子，过安稳的日子。志远哥，嗯，你之前说过娶我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想，妈应该也知道了。我哥也太不是东西了。你哥大概也是被顾菲儿给骗了吧？扫把，换这事儿我都忍不了，我揍都也揍不过。但是别的嫂子，你就一句话。行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我哥看清顾菲儿的真实面目，我想让他自己回心转意，总比一家人闹得鸡飞狗跳的好，你说对吧？可是嫂子，这么做我也挺花时间的，主要我这手上还有几个挺大的项目呢。你说这个，有一点你要注意，顾菲儿这个人喜欢计算得失，但凡对她有利，
他一定不会错过。他喜欢去健身房，你就在那儿和他假装偶遇。顾菲儿喜欢结交有钱人，所以他一定会上钩，但不要让他觉得太容易，这样才会激起他的好胜心。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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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一点，好，对，下回有事约我啊。哎，你好。你是？刚才看你指导的那么专业，我有几个动作不会，能不能请你帮帮我呀？好啊。谢谢，你人真好。行，那我们今天先这样，改天再聚。好呀。哎，丁总，我好像一直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呀。我叫丁，丁建茶。丁总，你这名字也太有趣了吧。是吧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说起来，我们公司老总也姓丁，要不改天请你来公司喝茶。好啊，不过说好了，我可不品绿茶。丁总，你真的太风趣了。行，改天见。好，拜拜。老婆，来吃个苹果。你自己看看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不喜欢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啊？你看你说的，老婆，我以前跟你说过吧，这个顾菲尔就是个贱货。接吧，开工放。喂，志远哥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，我刚结交了个大客户，说改天来咱们公司喝茶呢。你要怎么奖励我呀？我跟没跟你说过，非工作时间不要给我打电话。什么呀，我好不容易才认识的。够了。顾菲儿，我真是没看出来啊，你这么不要脸。丁志远，你说谁呢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你不要脸，你就是个贱货。哎，老婆，你放心，明天啊，我先让顾菲儿从公司滚蛋。你们的事儿，你们自己去解决吧。老婆，老婆。鉴茶，白夜莺是吧？行，咱谁都别想好过。喂，狼哥。
董总，您叫我。董总，这是合同五年。董总，我不能接受。话说开了吧，丁太太，你来我公司是不是为了让我给志远投资做嫁衣？不是的，董总您误会了。进来。拍到呢，志远哥，你先别着急。不着急，顾菲儿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。你昨天生气，我理解，我也只是想结交个客户啊。可是没想到，后来你挂了电话之后，那人就把我删了。你说奇不奇怪？顾菲儿，你想说什么？你看，这次又出了这事儿。您不感觉这一切都太巧了吗？就好像有人故意要挑拨咱们。有妇之夫勾引女下属，志远哥，这话好像是针对你的。你说，如果因为这事儿你和英姐离婚了，对谁比较有利啊？你别往莹莹身上泼脏水。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，不过如果要真是她干的，这些照片总会有备份吧。你拿的什么？我都放好了。不能放心，放到卧室里了。好。没事的，可
可能是谁做的恶作剧吧。可是，这是针对我们的。别多想了，我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公司的事儿我都听说了。我跟菲儿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不知道是谁又拿出来做恶作剧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，让他们先去处理吧。我有一个办法。让我来安抚大家的情绪。哼，就算老员工相信你，可是对外呢？公司的形象已经摆在那儿了，那就更需要换一个形象。你的意思是你来接替公司？我是接替顾菲儿。先是能随意进出你的公司贴照片，又这么熟悉我们家的位置，发生这么多的事儿，你觉得你还能相信他吗？小李，好久不见。白总，我下午就让他们把名字换掉。好的，麻烦你了。哎，那您先忙，白总。等等。得马上告诉顾总，是这么想的吧？嗯。你转告他，让他来我办公室找我吧。这么快就来了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我只是告诉他你靠不住。你觉得他会信吗？现在坐在这儿的是我了，不是吗？顾菲儿，这才刚开始，我也要感谢你。这次如果不是你自导自演的话，我也没这机会。以后还要请你多多指教。对不起，董总，我不该瞒着你。那倒没什么，不过都这样了，你还在帮他？致远投资给你多少股份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致远投资本身有很多问题。但是您放心，在这之前，我一定会保证您的权益。得了，小姑娘，人不大呀，想的还不少。当初你离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我现在只想问一句，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？说来话长，有机会我再和您说。看来不只是出轨这么简单。只有这件事我一定要做。我今天来不是来劝你的，我今天来
只是来给你提个醒。以我对致远投资的了解，顾菲儿不过只是马前卒。实际上，丁致远这个人才是你真正要小心的。白青青的事他都知道了。知道一半吧。你不是说白莹莹失踪的事跟你没关系吗？我没办法。你疯了。志远哥，觉得你欠我太多了吗？志远哥，你别这么看着人家呀，怪吓人的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要是想怎么样，这个视频会藏到现在吗？白莹莹知不知道我跟这事儿有关系？她应该不知道。他现在全身心地盯着我，志远哥，我是在保护你啊。只不过……不过什么说？我也该为自己考虑了。顾菲儿，我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……怎么会杀了晶晶？你敢说你没错吗？我可以消失，不过你要帮我，至少把我应得的还给我。好的，合作愉快。怎么今天过来了？我就是随便转转。听说小李离职了。啊，上周太忙，忘了跟你说了。哦，是这样，你刚来公司不久，确实需要一些老员工的扶持。你说的是小李还是顾菲儿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那的确是有一些客户只有顾菲儿才能对接。如果你说的是陈总，那你不用担心，刚刚跟我打电话的就是陈总。那太好了。那要这样的话，那咱们就把顾菲儿的股份直接给退了吧。那也得让股东自己来提吧，还是你们之前聊过了？怎么可能没有的事儿？我这不是想断得彻底一点吗？那不着急，回头等他提了再说，你觉得呢？行，听你的。谢谢你啊，江大夫。
没事，谢谢啊。嗯，下一位，你好。哪儿不舒服？进。瑞瑞，哎呀，你就坐下吧，都那么辛苦了。没事儿。这是致远投资的财务报表，公和私的都拿到了。除了董总之外，你是我见过最拼的人了。我哪能和董总比啊？我只不过是……莹莹，有时候呢，别一个人活得太累了，我还有江川都陪着你呢。我知道，谢谢你啊，瑞瑞。我可以消失，不过你要帮我，至少把我应得的还给我。你好，哪不舒服？我呀，心里不太舒服。那你应该看心理专科。可是我的病只有你能治好呀。我在工作，请你自重。江医生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帮忙的。那你直说，不需要拐弯抹角。你也知道，我和莹莹之间有那么一点小矛盾。我希望你能劝劝她，这样对大家都好，不是吗？况且你不是一直都喜欢莹莹姐吗？你误会了，我和莹莹只是普通朋友。真的吗？你还有事吗？江医生，我建议你还是劝劝她，毕竟火太大，烧到自己就不好了哟。白莹莹怎么说？他只是要我死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他不让我活，我也不会让他好过。江川，你来这儿干嘛呀？给你做点饭。不用，我有泡面。你就当给我做小白鼠呗。哇，这么丰盛。嗯，味道不错呢。不错吧？嗯。听金瑞说你每天吃的比他们家的脏鼠还少啊。他就爱夸张。今天顾飞来找过我了。想让我过来劝劝你。那你怎么说？如果你能放下过去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？对不起，江川，
我有必须要做的事情。谢谢。这是什么呀？给他喝下去。你还想杀人？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，不是吗？而且，如果我出事了，你觉得你能逃得掉吗？好了，你就送到这儿吧，我先走了。莹莹，怎么了？生日快乐。今天是我生日吗？嗯。你怎么会记得？高中时候就记得呀，不过你也有快6年没过生日了吧？嗯，好像是啊。你说6年？对啊。我跟菲儿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是啊，晶晶也都走了6年了。过段时间我会回趟老家，看看晶晶。也是，也应该回去了。毕竟都已经6年了。志远，你和顾菲儿在一起多久了？想问什么？我只是想问，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不记得了。我知道了。丁志远肯定还有事情瞒着我。哦，对了，莹莹，白天财务说丁志远也找过他说资金转移的事儿。然后呢？那当然没同意了。莹莹，你还是得注意安全。对呀，万一他们要害你怎么办？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
怎么了？他开始怀疑我了。那不是迟早的事儿吗？所以志远哥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在家里动手，我的嫌疑太大。那你想怎么做？后天市场部团建，就在那个时候。志远哥，你终于想通了。不过不是我一个人。什么意思？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次，这次你也跑不了。老婆，还想喝点什么去吧？好。喝什么呀？橙汁吧。你不喝酒吗？我是要开车。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樱桃白总好甜呀。那当然了，人这才叫人羡慕呢。白总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我大学学的是法律。嗯，白总一来就解决了好多问题。您这样才是正儿八经做市场的，不像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顾总啊。莹莹姐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这不是看到莹莹姐了吗？想着过来敬杯酒呀。不用。直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这么防着我呀？顾菲儿，我们这儿不欢迎。老婆，不要因为他扫了我们的兴致。好，来，我们敬大家一杯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谢谢白总，谢谢白总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累，我先休息了。好嘞。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就是来敬杯酒，怎么了？对了，瑞瑞，杯子还在吗？当然了，这可是铁证。
害怕我吗？你来干什么？那又怎么样？是丁志远要杀你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会杀人？丁志远告诉我，你们在一起没多久，可你却说你们在一起六年了。在六年前的那个晚上，就你和丁志远在家，你们对晶晶做了什么？他为什么会在这么远的河边？说呀，说！莹姐，那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就被晶晶撞见了，所以你们就杀了他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莹姐，是丁志远，对，我有证据。你看，是丁志远。你们怎么可以？你当时就在这儿，为什么不救他？我当时吓傻了，我真的。那也是你妹妹。就忍心就这样看着他，我也没有想到事情是这样的，莹姐，真的，你瞒了我六年，你在我面前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骗了我六年。是的，顾菲儿。是的，莹姐，都是丁志远，莹姐是他逼我的。你撒谎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晶晶？顾菲儿，你是魔鬼吗？莹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知道，我求你放过我，求你放过莹姐，我求你了，放过我，放过你。不可能。替我解释。这些资料是？这是志远投资涉嫌欺诈和造假的证据，就一并提交了吧。可公司没了，你以后总会有办法的。顾菲儿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信了你。志远哥，要不我们一起走？别想了，都活不了。你别过来。去顾菲儿家，快！好。你
不是要跟我在一起吗？下辈子见吧。快递，顾菲儿，喂，你好，我要报警。喂，莹姐，能不能请你帮我去拿一下东西啊？好啊，那我一会儿过去。那我把那个地址和开门密码发给你。我让你别过来！叶志远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去自首！自首？我受了多少委屈才爬到今天的？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？因为你杀了晶晶！那是因为他不该在那儿。啊！你手没事吧？